我操，伊丽丝不在吗？这三 v 三怎么打？好像可以打，还打不了，太好了。这熬夜波比为什么这么多血啊？他出时光了吗？杰斯。放过我！算了算了。哎，可以。这拿卢娜这发育了。不是，这又是什么？拿卢娜下面坐了十分钟牢，然后刚快开始那个翻身的时候，你告诉我要记了，好猛！真的差不多得了。有我意啊，哥们儿，去哪儿？不是都这样打他的，拉扯一下，快跑！推中逼的扑虚，我操！太不把哥们放在眼里了，我说不行了，这人 boss， 这人一定要杀。打正面，哥们儿。帅，进！我操，这皇子一个 W 现在多少盾，这都能不死？
对吧？输了只能说我的问题，没帮他们撑住前期。